天叔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计划？当你指定我操持太后寿宴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了你的计划。于是我们将计就计，待你义德至满，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收网之日。 收手吧，希望大义我可以饶你不死的。住嘴！没想到，我最信任的孩子，居然背叛了我。 义父，以后尉迟不以回报，我真的把这条命还给你了。谢明，义父。 收手吧，灵儿。师兄，谢人民，坚持住。